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角 Lucas，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较优质的单位，现在我们即刻去看楼吧。今天想跟大家看一下将军澳站上盖地标式物业天骏一期。天骏一期在2012年入伙，由新鸿基地产发展，合共提供1028伙，户型由两房至四房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去看一下吧。現時上到單位，這個是屬於兩房緊處的開跡來的，那麼大家可以望咗個景先，那麼以城市景和山景為主啦，那麼因為層數都有翻咁上下高咧，所以望到很多天空景。這個坐向就是位於東北。現時入翻嚟單位睇內部啦，那麼我企嘅位置喺門口嚟嘅，那麼客飯廳佈局分明啦，大家都可以見到原唔係原裝交樓標準嚟嘅個地板，係業主自己更換咗啦，同埋都做過下裝修。咁而呢一個層數咧，就係特高樓底嚟嘅，有3.5米樓底啦，接近11尺嘅樓底啊。飯廳嘅右手邊就係一個緊處嘅設計，咁啊大家都可以睇到好多都係 keep 翻當年嘅原裝交樓標準啦，質素都好高啊。咁而外接一個工作平台，增加翻對流啦、去油煙味啦，同埋可以晾曬緊啲個人衣物嘅。入嚟睇客房啦。咁啊，佢啊，因為樓底夠高嘅關係啦，所以佢下面做衣櫃、書台，上面就做休息嘅空間咯，都足夠曬高啊個樓底。步入到主人房啦，咁啊左手邊就係做咗衣櫃位啦，右手邊主人房就可以單邊落床，咁啊同廳房同向一樣噶啦，都可以望到一個好遠嘅山景，同埋樓底高嘅關係咧，佢就可以做到個假天添。浴室方面，大家都可以看到是天骏当年的原装交楼标准嚟嘅，咁都是很多云石砖去做铺砌啦，同埋系浴缸的设计嚟嘅，连个浴室都楼底都高过人啦。啱啱在片头都讲咗啦，呢一个系将军澳站地铁站上盖的物业，所以由屋苑落到嚟地铁站只需要30秒，简直是零距离啊！好，单位就介绍到呢度先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如果大家对屋苑单位或者其他将军澳盘仲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欢迎随时联络我，李家角 Lucas， 拜拜。